好，现在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。等一下哦。喂喂喂。喂。Hello Hello。嗨。哎，声音有点小。感谢感谢，我把 BGM 关掉，听得到了。小声吗？嗯，有一点点小声。好哦。嗯，好，那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油桐。你是油桐，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，为什么当初会有人讲这个名字？嗯，就是自己取的。哦，是哦。那对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你是哪一？是有一天突然惊叹号说啊，我要叫这个名字这样吗？对，哦，就是晚上睡觉前想的。欸，好酷哦，超酷的这个名字，我觉得超猛的。对啊。哎呀，好啦，那这个七月这段时间有做什么事情吗？就是每天剪片。啊，你也是在做这一个的，欸，真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做这个真的很辛苦。对啊，因为除了要顾平常的事情以外，还要去剪自己的东西。嗯，那你是做什么类型的？嗯，有 Minecraft、Vlog， 还有开箱，还有出去玩就会拍。哦，所以就是多方经营的概念。对。嗯。嗯。那所以。既然有拍到 Vlog 的话，那你应该有出去玩吧？还是还没？就还没有到那个时间，一点点，就是小出去玩一天啊什么的就回来了。哦，就一日游的概念吗？对。嗯，了解。嗯，好，那有没有什么话？恭喜十万啦！嗯，感谢感谢，那你也要加油，因为做这一行的。嗯，对，就希望可以持续下去。对，真的把持住自己的热情跟初衷是很重要的，真的。嗯，对啊，好哦。嗯，就这样子啦，谢谢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